大家好，我是张子宁，欢迎来到我的碎石记。今天买了根丝瓜，就用它做份丝瓜固丁豆腐汤。那现在就开始吧。这道看似平凡简单，实则原汁原味、健康营养的养生汤就好了。丝瓜有清凉解毒的功效，和白白的豆腐搭配起来，无论是色泽还是营养，都还是挺自然和谐的。香菇丁则发散淡淡的香味，咬一口丝瓜已经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，喝一口热汤，那是一种让人平心静气的舒服。你们也可以试试。今天是冬至，你们要记得吃饺子呀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，欢迎订阅我的美食频道，谢谢。